转来啊啦。你病啊？是啊，我病啊。你去给老师骂吼？哎，日头要落山呢，还你喊我才转来。记得记得，紧去田里哦，叫恁阿爸转来吃饭啊。阿母，你搬来台北跟我做伙住好不好？我来照顾你。啊，我啦去跟你住啊。啊，恁阿爸吼，想要煮饭给伊吃，我拢爱煮饭给伊吃呢。阿母，阿爸已经死啊啦，唔免跟你讲伊啊，好不好？阿爸已经死啊，已经死啊啦！你来讲啥？阿母，阿母。阿母，阿你阿伫个家啦，行啦，我带你转来去啊。哦，阿美，是你哦、喔。阿你伫个台北做工课。嗯。阿你阿最嘛一个人伫个家，唔是足孤单的。是啊，这就是我烦恼的所在啊。我阿母哦已经有岁啊，阿即嘛哦佫淡薄仔失智。我本来想讲哦，这边要叫伊转去台北哦，做伊生活，伊都唔肯答应啊。阿明。我即马吼是照顾服务员，唔知你敢有听过？除了有居家服务、送餐服务、家庭托顾，啊，佮有日间照顾中心，佮以前迄种机构吼，迄照顾模式无啥共款。你要来参考者无？阿母，哎、欸，阿母，阿母，你开门啦，阿母。唔爱啦，莫一直弄门啦，我无爱开啦。你妈安尼大细声好无？安尼会去吵着恁阿爸啦。是哦，阮阿爸旧年都已经过身啦，也毋过阮阿母都一直认为讲，阮阿爸还阁伫外调的，所以毋才会，歹势歹势。阿婆，安尼的话，咱先用居家服务、甲送便当的服务，和服务员来厝内底陪阿姨，啊等阿姨会用甲接收了后，咱再来去日间照顾的中心。阿母，这是我的朋友阿美啦，我若去上班的时阵吼，阿美会来厝内底甲你照顾啦。阿你阿母就麻烦你啊，无问题啦。阿姨，阿姨，我送饭包来啊，按照就好食。啊，你是谁啊？我叫永伯啊，小太阳叫我送来给你吃的。好，啊，你唔着关照永伯啊，吼。伊毋是馆长啦，伊吼是小太阳的职工永伯啦。来，阿姨，我食一嘴。不爱食。好啦，食一嘴啦。不爱食啦。啊，阮头家甲阿明哦，无倒来食饭，我就是不爱食啦。阿姨，我来看你哦。阿姨，阿姨。唔通哭啦，哈，无代志啊啦，你安尼哭，阿姨哦，那就唔甘的呢。阿母，你问老婆阿母。无啦，无代志啊啦。哎，阿美啊。啊！你那哈慢得来啦！歹势啦，我去等真久吼、哦。